好像是某一种灵魂的感觉。然后这个朋友呢，就是每天都会有机会跟他说话，然后每天都想跟他说话。醒来的时候，或者是睡觉前，很多在无时无刻做一些不太好的事情的时候，他也在身边。这个朋友是上帝，耶稣。其实对我来讲，耶稣真的是一个生活当中，他就是一个真的就是一个朋友。他不像好像他是一个好像你觉得好像很高很远很大很难接近，就是对我来讲，在我每一个很需要被倾听的时刻，他一直在我的身边。这首歌叫做 Favorite One， 送给大家。I have to know.